43BZ Take 1 我现在是包袱全丢了。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所提炼制，我这个肚皮得到多少？来，那个是吧？应该向这边好了，好吧？因为我们拉到这边。我的名字哦，我叫陈威正，政治的正。光汉那天跟我聊天，他也说他听了那个不入歌说，看了剧本看了很不舒服，很想吐。他说他也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揣摩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理上或心理上有遇过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光汉这个角色。这是天然酒精的奇迹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所提炼的制酒水，我即马对你的头壳倒。耳朵有点那个，水，对，进水。首先，有点一边耳聋的状态。Q-Face 有上到一堂那个溺水课，所以刚好就直接用。是心里是很恐惧啦，对啊，因为我也其实也蛮怕水的。一个重生的概念，在演陈威正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把自己放掉了，但是思绪还在进行，只是让你的思绪变得比较缓慢一点，然后包含你的表情跟你讲话的语气跟台词，我都会尽量可能放慢个0.5秒，或者是1秒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加的一个东西。那我告诉他，如果你不好的话，要我告诉他。很认真，然后谁要看那种片子？我觉得他是真的还蛮抱持着学习的态度来工作的。他也很有礼貌，我觉得他以后应该会蛮发光发热。去好不好？不然等一下找个片子我们一起看嘛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来，小心小心，不要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哎，啊，你们有穿拖鞋吗？穿拖鞋走出来，你们怎么样？背后地方。好，先不要抬，不要，我要扶这片，不要先抬。你先离开。我要穿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应该没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包这边有。那就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大片的先清进去再说。没事，小心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在戏里面是演他的弟弟，就是我有几场跟他对的时候，虽然说普鲁哥平常就是话比较少，但他其实私底下是很和蔼可亲，但是他只要一上戏，我有时候。我看到他可能就会想哭，就是比方说有几场是他可能要接我，或者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把我丢在这要离开了，那场我就觉得我好想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当下真的是很像我哥哥，对，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有这种魔力吧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角色的关系，感觉之后我不管什么角色我都不会很害怕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很病态的角色，然后现在终于可能
尝试到了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很难。我会低头，对，然后慢慢的就可以顺顺抬头，顺顺看，神奇，啊，心里要有事啊，好。哎，对，或者你看，光啊，可能会有一些要喘气啊，就是你心里就是要压抑的东西，然后又要有性成瘾的东西要表现出来。有时候我真的就是，比方说我的手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就是下完之后我就会回不来，因为它就是麻住了，你会变在一个状态上，然后你真的就是手会变这样，就会回不来。所以我在片场很长时候都这样，都会一直这样子，但是弄完之后还是这样。其实，在得知威正是他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松一口气，因为我完全都不用担心，我非常信任他嘛，信任到一个不行。导演就说：“那如果我叫你就要捂。”他就真的很不客气的捂啦，我就捂到那个里面都真空了，你知道？真空就是我真的是呼吸不到空气啦。你到后面感觉是真的，我真的快没力，真的认真在叫。但最后就觉得说，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叫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注意自己安全。然后就是，可以去找陈瑜去那个请教他巴西柔术的真谛，就是来就是对付庄浩洋这种人。错评，请教回来。八妹，我杀你！到底是多喜欢我？现在得逞了，所以要杀了命。付钱，我不亲你。他不像是《沙尘暴》是爱情喜剧嘛，所以在现场拍了，其实你是很怂的，你可以很放松。但我觉得因为我们这部是惊悚推理，其实明海导演在现场就提醒我们说，你整个人其实是要很绷的，因为你要让观众感受到那个惊悚推理的那个节奏。 OK 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转点。我觉得演这部戏每个人应该收工后都会松一口气。辛苦了。